喏，看好了。哦，果然很甜呐！哎，你们几个要不要也来试一下？好呀！奇怪，怎么我尝到的滋味和你们都不一样？那当然了，因为绮罗是用食指蘸血，但放到嘴里的却是中指。眼神很好嘛。绮罗前辈，我明明那么信任你。老实说，我也没想到你真的会上当。当然，像那样笑你也的确有些过分，我向你道歉，苏珊娜。啊，这倒也不必这样。毕竟仔细想想，岩雪圣城，其实就是指这里的雪像岩一样吧？难怪又苦又咸。恭喜你答对了，虽然答对的时间迟了一些。那希儿呢？你早就已经知道了吗？我是在绮罗前辈说这些不是雪之后才反应过来的。抱歉，想通的时间有点晚，没来得及提醒你。果然只能自认倒霉了。唉，换个角度来看，作为天命的女武神，你也确实太没有防备。还好我只是请你尝了点盐，如果是毒药可怎么办？果然我还是不够成熟。不过真诚也正是苏莎娜最大的优点呀。没错，在这个方面我也需要多向你学习呢。希尔，维塔，但愿如此吧。